细看历史见往之来，带您遨游史海，挖掘秘辛。摘要：周恩来饮茶思友。1975年深秋的一天，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问医护人员，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当周总理喝住工作人员找遍京城大小商场采蜜得的六安瓜片沏的热茶时，他回味良久，神情凝重地对医护人员说，谢谢同志们，我想喝六安瓜片。周恩来饮茶思友。1975年深秋的一天，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问医护人员，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当周总理喝住工作人员找遍京城大小商场采蜜得的六安瓜片沏的热茶时，他回味良久，神情凝重地对医护人员说，谢谢同志们，我想喝六安瓜片，是因为想起了战友们，想起了叶挺将军，喝到了六安瓜片茶就好像见到了他们。原来1939年4月下旬，叶挺从皖南新四军军部前往六安，肩负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使命。六安各界人士招待叶挺将军的就是此地盛产的六安瓜片，当时六安瓜片的茶香让这位著名将军赞叹不已。后来叶挺到达重庆，把一大方桶来自六安的六安瓜片送给了周恩来，很快周恩来也喜爱上了这种香溢氤氲的好茶。商友敬沸水泡瓜片大师，商友敬对泡六安瓜片茶很有见地。有一次商友敬到赵志伟家，赵边倒开水边放茶叶，他拿起来一看叫道，六安瓜片你竟这样泡茶的，我告诉你，每次喝你泡的茶时水都不开，除了碧螺春不可以先倒水再放茶叶，六安瓜片和蝶观音尤其需要鼎沸之水，也不可喝了一会儿再加一点茶叶，你这简直是在糟蹋茶道。按照他的要求，赵重新煮水泡茶，泡出来的茶香更加浓烈。闻到这茶香，商很得意，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留心五毒茶解红楼。一次妙玉问贾母吃什么茶，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了笑知道是老君梅，留心五先生以此认定这是贾府窝藏最家之女妙玉的蝶症。同时也有不少同学家就此认定贾府跟妙玉家曾有过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也许曾经是政治伙伴，而妙玉家族祖辈被喜欢喝六安茶，所以贾母才会突然出此一语，这实在是神经过敏了。梁实秋为文喝茶。梁实秋先生在一篇题为喝茶的散文中说，有朋自六安来，以我瓜片少许，叶大而绿，饮之有荒野气息扑鼻。张爱玲闻香思亲。张爱玲的半生缘中，男主人公来自六安，此君向别人介绍起自己的家乡时，一定说这是个产茶的地方。其实张爱玲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由此关系张从小耳濡目染，自然懂点六安茶的行头了。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记得评论、广发、分享。细说历史，我们下回分享。